关怀身障人士，所以以后在街上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应该要更帮助他。参加完这次的活动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多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残障人士。这次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做的没有说很好，因为这次帮助残障人士只有在刷自己学校而已。然后我虽然做了残障手册，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再做有电梯啊什么会更好。他希望我们这样做，让别的学校看到，他们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，然后让一个学校成一个学校，让每个学校的残障设备都可以变得更完善。